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，我是万一，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。现在我们还是在独库公路上啊，越往南走啊，现在离库车越近啊，感觉这天啊越来越热了。这个时候在河里是最舒服的，阿彪一会儿要洗。这河水啊明显也涨了，昨天来的时候河水还没有这么，因为现在天热了以后啊，这边雪山呢雪水融化的太快了，这个水流要比昨天明显的要紧一点。今天营地里边又来了几个，那边也有小事，原本是计划要离开这里啊，网络不太好，昨天九哥发视频了，还是走到那个大路上，在那儿蹲了两个小时，才有那个网络很慢的网络才把视频发出去。但是我们又考虑到这里比较好啊，又怕再往南走太热，所以再在这儿待一天吧。阿彪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不去那边太远了，快快快，回来。怎么了？猫丢了。啊？妈老见了。咦？他说会不会上到你车上去了？哦。不是阿彪干的，他也不可能。他不可能上来啊！我看看。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！啊？放个无人机找一找。无人机那谁兵哥刚刚放了。没看到吗？没有啊。他去哪儿了？会享受啊，趴在这儿。
对，慢慢嚼，阿彪会享受，躺着吃啊，还有小河。肚子好点了吗？好点儿。今晚做饭我上不了场了。今晚不用你了，昨晚他们给留着。昨天晚上那个整辣了。你不能再做了，你再做我就不吃饭了啊。你看九哥，九哥要绝食了。有些憔悴现在。昨天好太好吃了，吃多了有点辣。按理说应该没事，因为有一个月没吃那个这么辣。有点没适应吧。没适应。大意的麻辣鲜香。完了一种的五十二度。不知道他俩谁有毛病，反正是。你想想你怎么报废了。你五来度肯定就是杀毒。以后不能再劝我了啊。今天有话在先啊。我已经跟全网闹了。第一季第二季万一这麻辣鲜香了。正买了两瓶刚预制。在哪儿啊？在我这里啊！他跑到，可能跑到我儿子床去了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哎呀，你敢不敢说你本身是大人呀？你把我都急死，我都快哭了，我激动的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。跑到我儿子床去了。这小家伙，快把他下来，下来。去去前面，去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这不是一个问题。